为什么要杀邱炳？我没有杀他，是有人指使你，还是你自己想杀的？没谁指使，我也没有杀他。 杀他，没矛盾，我也没有要杀他，没矛盾，也没想杀他，那你为什么要把注射器里注射这些东西？说。 就是没有杀他。你最好能够老实交代。你要是不说的话，你就会背上杀人的罪名。你到时候就是死路一条，你明白吗？你要现在交代了，兴许还能得到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。你最好想清楚。 好，我交代，是肖娜让我做的。肖娜，是的。她为什么让你杀呢？就是她给我钱，让我去杀，要不然被杀的就是我。